好啊，去吧。好。 走，请说一个指令。播放《晋级的大叔》，走。好快哦，今天已经是第七天了，最后一天了，我们最后一天。 做一个很完美的收场。嗯，有了，参考计划，现在拿到了很漂亮的景色，是不是可以就地取材？那刚好这边那个他们自己种菜嘛，那我们就跟他们直接买就好了。那我们就是出发去买菜，三个大的人去买菜。晋级的大叔环岛最终站，来到好山好水的宜兰，我们要用特别的田野飨宴来纪念这趟环岛之旅。 好好感受一下悠闲自在的农村生活。哎，看，他们搬的是什么？哦，搬的是蔬菜吗？嗯。哎，他们这都自己种的耶！哇，我们看前面有没有地方停车，我们现在问他们有没有哪些菜是可以跟他买的。好啊。 自己在转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哇，怎么会这样？非常的好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你们这些。 都是自己种的吗？是啊，我们都是自己种的。我们就是一些小，因为今天是我们环岛的最后一天，我们来到了宜兰，是，我们在想说要办一个就是餐桌计划，有没有可能用钱跟你买一些？可以啊，没问题。其实我们都有在做宅配箱，产地直送，对，产地直送。你们既然来了，要不要自己去体验一下，顺便拔一下菜？哦，所以你说我们可以去采，我们要的吗？要不要新鲜比较好吃？好棒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走，然后带你去，好，好，好。 很多种哎，对啊，这是秋葵，你摸看，秋葵，有，表面这边有，我很喜欢吃秋葵，对，它很养生，好可爱。然后这边地瓜叶，你们可以采干啊，就这样采啊，它都很嫩的，因为这个比较嫩，嫩哦，我现在真的有农夫的感觉，其实这种颜色比较浅一点，就是比较嫩，对，啊颜色比较深就是比较老一点，所以我们都是采上面那种刚长出来就比较。 比较浅，就比较嫩。嗯，我们来去看一下那边，这个你们猜一下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个豆子也太长了，超级长。可以，那你来教他们一下怎么采。这是你妈妈？对我妈妈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好，哎，好，哎，好。豆子就是要这么大才可以采，这么长哎。对。哇，这个更长。对啊，你看，哇，这个好粗哦。嗯，我负责拿，你们俩负责采。那里面，哦，妥，哇。 好多哦！我看到青椒耶，好油，好亮哦。嗯，这可以吃吗？香哦，可以啊，可以吃。哦，很甜，直接吃啊。真的吗？很甜，好像蛮甜的呢。嗯，有没有？好想配牛柳哦，有一点辣。真的好香。嗯，我们种了20几种菜，每天晚上宵夜不知道吃什么，对啊，整个现摘。 哇，回来了，回来了！哇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种菜很辛苦，嗯，采菜更辛苦，真的很热，可是会有乐在其中的感觉，有满足感。嗯，有有，就我刚跟麦子老师在边采边吃，对啊，青椒新鲜，你我不意外啦，你有，你怎么会想到说就是连蔬菜都可以用？ 宅配的，对，因为现在人工作很忙啊，并不是每一个人可以去市场买菜，然后我们就是采完，然后固定每个礼拜或是看客户的需求，就寄宅配的，网络上直接下订单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出货，直接从一群返乡的年轻人，因为理念相同，在宜兰组成了希望新农民，号称是台湾最年轻的农夫。他们传承老农对土地的那份珍惜，在家乡辛勤耕作。 这群青农各有所长，要让我们认识不一样的农村魅力。
我们三个穿这样，我们这帮很有那个在一种青蛙的状态里面。而且这个天气穿这个好热啊，闷的天哪！哎，孙楠 ，Hello， 嗨，来了，赶快来我的莲花池体验我的香水耶。好，我们赶快下去了。哎，哦，已经一下就到底了。好，那我们往前走到。I can't. Yeah, it's crazy. 哎呀，太高级。踩这个香水帘之前呢，哎，你们看一下，它中间其实都有点花露水，它是比较真的有比较少。你们花露水，等一下踩的时候要很注意。你看，像我这样，然后用力这样。啊，踩起来那个花露水不要让它滴出去，就可以直接这样直接喝，哇，喝下去，太好玩了。好，哇，然后呢？好，喝下去。飲みます。はい、いただきます。いただきます。はい、はい、乾杯。はい、乾杯。有有啊，有有有有有。嗯，什么味道？这边的那个，哎，量很大哎。有有，还有对，还有一朵。天然的淡淡的香味，对对对对对，早餐没吃饱是不是？一直在吃。我以为像那个什么蜂蜜的那么甜，但是比较微微的那个，它要有花香。嗯，这碗花露水，其实你们边踩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土里面有硬硬的，就偶尔会藏几颗甜棒，走着走着就会踩到很大的那个石头，石头。我以为你多厉害，所以要用脚去感觉，是不是？对，有边踩就是边有感觉。他喜欢藏在莲花的旁边，哦，感觉一下。哎，有啊，哇，这个嘛，啊是小颗啊，大颗是多大颗？跟手一样，跟手一样大。哎，应该踩到都是石头吧？泥土摸起来蛮舒服的。软软的哈，对，稍微比较大哦，超大，好大，后面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一个，嚯，有的，大不大？喂，哇，大哦，有的，踩到了，哎，有没有吸管的？这个是莲花梗，直接吸哦，对，直接吸，你可以带着吸管到处找花。跟蜜蜂一样，好用啊！哦，好细啊！如果再大颗一点，特征真的，没有越来越大颗，它真的都在花旁边呢，都在花附近。一边采莲，一边摸甜棒，充分体会猛拉讲 C 口的乐趣。不过这艳阳晒得我们三个头昏脑胀。春楠说：“他准备了好东西，要让我们消消暑。”很辛苦，其实还蛮累的。可是我们最早其实不是从睡莲开始种，我们是从种莲子、种荷花啊。可是我们种了一年就不种了，为什么？太累了。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剥莲子。哦，啊、是绿色。有没有看到？叫什么剥不干？这么硬哦。不好剥，绿色是它的外皮，我们必须要把它切开。哦，里面还有哦，这么费工。哎，这个里面这个才是莲子，还要再把它剥开。绿色的，绿色这一条是莲子心，因为它这个最苦，所以我们把它拿起来，然后这样整颗就可以吃了，直接吃。嗯，甜的，好吃哎。工序很多，所以我们种了一年以后就放弃了。刚才我是在切，我也在吃。我们现在三个人在做的事情啊，你就知道就是我们的阶层地位了。我是最低的嘛，我就是从头开始。然后 Marshall 老师就是负责弄，对。然后三哥是，你就知道这没有，就知道这今天日子怎么过的。来，冰淇淋，莲花冰淇淋的。哦，很香。哦，这个吃起来比较明显，那个花的味道很明显，比较浓缩的样子。哇，这真的很好吃哎，好吃，很好吃。那这个里面又加这个豆子，里面就有像那个夏威夷冰淇淋那个什么，马格达米那热带的那个窗口的那个，对对对对。你现在就是一种度假的 feel， 你知道吗？我们再怎么样也是主持人，你想？没有想尝试这个，对啊，这个真的一定非常享受的状态，马上那个。
因为我一直想要里面有核桃的感觉。嗯，不错耶，加莲子就更有嚼劲。嗯，很脆脆的那个口感，可以多卖十块。春南种植的有机睡莲，整株都可以拿来利用。刚采收的莲花直接冲热水，就是一杯清香降火的莲花茶。它甚至还开发出全台唯一的莲花蛋卷，用新思维种植新农作，是这群新农们返乡最大的理想。对对对对对，春南他是研究所毕业，然后不务正业牌，回来种莲花。嗯，四年前要回来之前，就是我是在上班，因为生了三个小孩，没办法上班混不下去，赶快回来顾小孩。然后一边顾小孩，就有一些空时间就帮我爸来种这个香水。啊，种着种着就发现，种香水收入跟上班也是差不多啊。那我就啊继续留着，继续发展这样。台湾有越来越多年轻人返乡从农，走出属于自己的路，在家乡的土地上产出最美好的果实。我们决定用这群青农种植的蔬果来入菜，邀请他们一起分享餐桌计划。大批人马哇！那今天的餐桌计划就正式开始，走走好走。为了不让农村的美好消失，餐桌计划透过农村生活体验和在地小农食材，由社区妈妈亲自下厨，打造田园美食飨宴，重新使人、土地与食物产生新连结。何谓餐桌计划？为什么会有餐桌计划？餐桌计划其实从几年前我们策略团队的一个突发奇想，想要在稻田里、在果园里，透过餐桌来行销我们宜兰在地，透过把餐桌摆在我们平常不会看到的地方，把在地的人、在地的好食材呈现给更多人，这是很有创意的做法。那这个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？好，今天的第一道料理是我们比较轻食的一个呈现，它叫昆布汁南瓜，它是选用我们宜兰在地的南瓜、秋葵、玉米、玉米笋。那所有食材只有经过最简单的穿烫跟蒸制的一个熟成，很甜耶，有脆脆吗？脆脆，非常脆，非常甜。有没有让我们发现啊？我们这七天的行程，所有的活动都是因为一群人，就是很团结，才成立出来的。就从越野的那个脚踏车自己办那个活动，哇，这道是我们的格马兰烧饼加自助品牌。格马兰烧饼选用我们南洋平原新的三宝，我们的原山的葱、樱桃鸭，还有我们在地的金枣，可以搭配我们的那个手工水果醋，每一瓶醋从发酵到瓶装，至少经过两年的时间啊，这么久。对，而且刚刚有提到，就是你也是从外地回来，然后才开始经营这个。我原本是在旅行社，七八年前嘛，老人家身体不是很好，回来可以陪老人家最后一段时间，那所以就近在附近，我们那时候休闲农区刚好有整一个特别注意的职缺，就一待就待到现在了。反正我赚到了，是可以跟家里的人，可以跟老人家在一起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就是我们这次出来啊，很多人说的话跟你一样。真的吗？就是从外面回来之后，所谓机缘巧合，或者甚至不得已的原因，可是到后面，他们就热爱自己的工作，付出在自己的家乡，其实都是看得到。真的吗？好啊，那在这里先谢谢你们。好，这边照片，谢谢，照片，我跟两位大叔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走出都市，进入乡间。听着这群年轻人诉说着对家乡的情感，午后的微风吹拂下，在这里感受到的不只是宜兰的美景，还能体验农村人文生活。进几个大叔，Go Brother！走，才这一区大概要花一个小时。哇，而且你们穿这不会热吗？我快要有我自己的花露水了，主要选这边局部围巾，脚要非常出力耶，稍微比较大哦，超大，大，加油啊，大叔们，今晚上也快到你们了，没有啊，就这一个切15份啊。